让惠若琪穿上超短裤。网友，她这腿是真实存在的吗？惠若琪是奥运冠军，是前中国女排运动员，四指主攻，虽然如今已经退役，但是她的一举一动还是备受网友的关注。身高192的她随便走在路上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，而这个现身机场的惠若琪造型也是很让人惊艳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这个即使惠若琪了，身为运动员的她，这身材线条看上去虽然没有很完美，但是这身高也是足以让人惊艳的呀。只见这次现身机场的她，身穿一款白色印花 T 恤，下半身搭配一款超短裤，尽显清纯少女的既视感，活力四射呢。不得不说，惠若琪这腿真是十分吸睛的呀，身高192的她走机场就跟走秀一样，简直就是一个行走的衣架子呀，完美全是别人的腿到你的胸。网友直呼，这腿是真实存在的吗？当192惠若琪穿上超短裤，网友，她这种腿是真实存在的吗？换上另一身造型的惠若琪，这次的她这一身造型是不是尽显青春与活力十足呢？只见她身穿一款半透视运动外套，微微露出里面的灰色打底衫，这一条紧身裤也是完美的塑造了她的这一双大长腿，简直秒杀旁边的路人小哥哥呀。而这次的惠若琪以一身清晰亮丽的造型亮相，只见她身穿一款白色的 T 恤，下半身搭配一款蓝色牛仔热裤，大秀美腿，再穿上一双白色的运动鞋，整体看上去时尚简约，不失风范呢。不知道你能认识这个女排运动员惠若琪吗？